再开始是不是？现在开始的，不录我再按一下，这样才是没有，绿色是没有的。是按照这边。看影片吗？不是，那掐掉啊，掐掉影片了。看，按在这里啊，要看影片。看影片。嗯。对，点开。打开。对，打开。嗯。然后按这个。对，垃圾桶。上面对，对 ，OK， 咔嚓，再来，回去吗？回去就是不是这个啊？回去不用按 menu， 回去要按这个 DV， 对，是拍、嗯、拍是怎么样？拍这里也可以，这里也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再拍啊。没有啊，你可以按这里啊。我要拍啊。这里。这个拍，回来啊！嗯，打开、啊。打开是箭头，不是这个。打开是箭头，箭头。这个墙是箭头。对，点一下、箭头。等一下，我操作啊！哎，箭头。点开，你要点准它，你都不点到它。嗯，又回来。嗯，垃圾桶。在哪里？跳出来。这个。要跳出来。要这一个。拍。对，拍。按这个拍。看。按这个它是看。啊，开呀、啊，是不是拍呀、啊？拍是红色点，等它一下停止。嗯。对。拍的话是这一个。嗯。要等一下，对，要等它熄灭，两秒才差不多，嗯，对，它才会出现这个，对，这才是录，嗯，这样才是没有停止，啊，看的话要点一下，它才会有箭头，嗯，对，然后回转，回来那个，回什么？回来那个要看要回来都按这里，嗯。再一次，这个，对啊，有没有回来？这也是按这里。嗯嗯，看，嗯，上面一点，嗯，有没有？然后垃圾桶，他在放的时候才可以的删除，放的时候可以删除，还是这样可以删除，这样子可以删除，这样子。欸，如果你要删除的话，删比较多吗？嗯，你可能可以从 menu 里面进去，嗯，可是会比较多步骤。看一下哦，只能全部删，格式化。可以用。对啊，就这一个。那个格式化，全部删。如果里面有100个影片，你都不要，可以用这个，全部删。不然就是对，点开才能删，就是点开才有这个，才有这个。嗯嗯，好，这个影像 ，OK。要钱，我的钥匙。